外面天气有够热，在家吹着冷气却能享受到五星级料理，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呢？打开后我阿君啦，仙女生活的调理包可是懒人福音，他们严选食材，专业烹调，让我不用花时间备料顾火候，就能轻松变出一桌好菜啊！来看看我的私房推荐，首先是独门酱烧卤鲍鱼，每一颗都卤得超级入味 ，Q 弹鲜梅配着锥具，简直是绝配！影香麻辣牛肉炉，香辣够劲却不呛喉，烫头。香浓牛肉暖嫩，一个人在家也能享受到麻辣锅的快感。喜欢清淡一点的，不妨试试影香家常猪猪锅，汤头鲜甜，猪肉鲜嫩多汁，完全没腥味。夏天怕热又想吃海鲜，独创冰梅绍兴酒醉虾绝对是你的首选，酸甜开胃，冰凉爽口，一口接着一口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最后别忘了他们的金刚大王白虾，简单一烤就能吃到虾子的原始甜味，撒点胡椒或柠檬汁更是美味加倍。这些调理包不止方便，价格亲民 ，CP 值超高，绝对是忙碌上班族或懒得煮饭的人的最佳选择。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快去仙女生活挑选你喜欢的吧！